第六十三章失忆的精灵女王。今天的遭遇可谓极其危险。冷静下来的夜音竹不得不感叹自己的运气。不过，安琪这烫手的山芋也确实不好处理。幸好他大脑中那两团冲突的精神力似乎相差不多，短时间内还无法决出胜负，否则的话就麻烦了。按照原本的计划，自己马上就要去和子慧合，前往极北荒原了。 可是安琪怎么办？是先送他到秦城去，还是先去极北荒原呢？一想到这个巨大的麻烦，叶音竹就不禁有些头疼起来。两个小时后，当叶音竹的精神力已经在冥想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宿舍的门从外面打开，一脸疲倦却充满了担忧之色的苏拉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双手还分别抱着海洋和香鸾。苏拉，累坏了吧？ 在苏拉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夜音竹上前一步，将海洋先接了过来。音竹，你你没事了。短暂的吃惊之后，苏拉顿时惊喜莫名，下意识的将香鸾先放到旁边的沙发上，抓住夜音竹的另一只手，兴奋的大喊着。夜音竹苦笑道：“恐怕事情还没有完。”苏拉用力的摇着头，泪水夺眶而出。没关系，没关系的。 既然你回来了，一切都会容易解决。那个女人虽然厉害，但我们米兰魔武学院也不是谁都能进来撒野的。夜音竹抱着海洋朝卧室走去，一边走一边道：“没那么简单，你进来看看就知道了。”苏拉莫名所以的跟着夜音竹走进卧室，当她看到穿着夜音竹校服躺在床上的安琪时，不禁又一次吃惊的张大了嘴：“这这是怎么回事？” 叶音竹无奈的道：“连我也不太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突然晕了过去，精神烙印受到了极大的震荡。此时，大脑内正有两股精神力彼此不服气的相互压制呢。不过也幸好如此，否则倒霉的就是我了。我杀了他。一想到在圣泉时的危机，苏拉眼中不禁杀机大盛。天使叹息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掌握之中。不要。 她毕竟是安雅姐姐的姐姐，她的问题还是让安雅姐姐来处理吧。叶音竹拦住苏拉，苏拉迟疑道：“可是你不觉得她的存在对我们威胁太大了吗？一旦她恢复过来怎么办？她可是紫极八阶的实力呀，在米兰帝国都没人能挡得住她。”叶音竹道：“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没办法，只能时刻监督着她精神力的情况。” 一旦他的精神烙印有好转的趋势，我们再想其他办法。安雅姐姐曾经说过，安琪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很大可能是受到了别人的控制，而并不是他自愿的。苏拉苦笑道：“那这下可麻烦了，看来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赶往秦城才行。”叶音竹点了点头，道：“反正现在也已经没课了，我们明天就走。” 以我对他的精神力判断，短时间内他不太可能恢复过来。如果运气不好的话，甚至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恢复了。精神烙印实在太重要，受到破坏后又岂是那么容易好转的？苏拉松了口气道：“现在也只有这样了。不过，你打算怎么向香鸾还有海洋解释？香鸾学姐是帝国公主，如果让她知道了这些……” 恐怕会将安琪交给帝国处理。叶音竹道：“这样吧，反正我们也要将安琪送走，趁海洋和香鸾还没醒过来，我先把安琪送到子那边去。等明天我们一起出发，就先到子那里去，然后再从极北荒原前往秦城，距离也能近一些。对香鸾和海洋，就说我从安琪手底下溜走了。”苏拉轻叹一声道：“音竹。” 为了保全安琪，这样值得吗？叶音竹微微一笑，道：“没有什么不值得的。安雅姐姐对我们多好，你的银龙和我的空间戒指都是她送的，而且她还是去帮我建设秦城啊。她们毕竟是姐妹，至少现在安琪对我们来说已经并不危险。好了，我估计香鸾和海洋也快醒了，我马上回来。”说着，她再次抱起床上的安琪。 走到大厅之中，发动空间传送法阵。对于空间传送法阵这件事，叶音竹对苏拉并没有隐瞒什么。不过在学院的朋友中，他也只是告诉了苏拉而已。当叶音竹从子那里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显得轻松了很多。子的实力虽然还不是很强，但以他紫晶比蒙产生出的威压，即使是九级魔兽也会颤栗。 更何况，在他那里还有包括两头黄金比蒙在内的近百比蒙，就算安琪清醒过来，也不可能对子造成什么伤害。他们醒了吗？夜音竹刚一回来，就对着在大厅中等他的苏拉问道。此时，香鸾和海洋都被苏拉送到了卧室中休息。苏拉摇了摇头道：“还没有，是不是你用力用的太大了？他们毕竟只是魔法师。” 身体比较脆弱啊！不会吧？我去看看。就在叶音竹刚准备走进卧室的时候，就听卧室中传来香鸾愤怒的声音：“叶音竹，你个混蛋，居然敢打晕我们！”叶音竹前行的脚步戛然而止，很沉稳地对苏拉道：“我出去散步，你来解释吧。”没等苏拉开口，一溜烟的就跑出了宿舍。 苏拉有些好笑地看着叶音竹那快捷的动作，无奈地摇了摇头。不知道是因为苏拉编谎话的水平比较高，还是香鸾和海洋单纯的没有多想什么，今天的事并没有再起波澜。当天黑时，叶音竹悄悄回到宿舍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回去了。 他出去这一圈也没有浪费时间，通知了月明、马良和长浩，明天到宿舍集合，一起前往极北荒原。吃过晚饭，正当二人准备休息的时候，宿舍的大门却响了起来。这么晚了，会是谁来？叶音竹疑惑地上前打开宿舍门，海洋俏生生地站在门口。 此时，他身上已经换上了一件蓝色长裙，束腰很宽，更显得他那纤细的腰肢不盈一握。看到开门的是阴竹，他的神色明显放松下来。海洋，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叶阴竹一边将他让进房间，一边惊讶地问道。海洋幽怨地看了他一眼，道：“你真的没事就好了，没见到你人，我的心总是不能踏实下来。” 暖意涌入心扉，叶音竹不禁想起在温泉时两人双手水下相握的情景。可惜今天这美好的时光却被安琪破坏了。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叶音竹在海洋耳边轻声说道。海洋摇了摇头，道：“音竹，我们至少是朋友吧？”叶音竹点了点头，当然是。 海洋的目光中泪光闪烁，那为什么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却让我们独自逃生？难道我们在你心中就是那么贪生怕死的吗？这个面对海洋的质问，叶音竹实在无言以对，只能苦笑的看着他。海洋眼中水雾逐渐散去，突然说道：“答应我一件事，好吗？”叶音竹一愣，怎么惩罚？ 海洋转过身，走到沙发处坐了下来。你们不是要去极北荒原吗？我也要去。我不是帝国公主，你既然能带苏拉去，就也能带我去啊。这怎么行？极北荒原极为危险，你只是魔法师，万一出了事，我……雾气重新升腾。就这么一点小事，你也不愿意答应我吗？阴竹，我从来都没逼过你什么。难道我只是想跟在你身边？ 每天看到你都不可以吗？月明不是魔法师吗？连他都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我就不行？或者说，在你心中，我远远比不上他？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算了吧。眼看着海洋脸上的白纱已经多了一丝水迹，夜音竹赶忙道：“不，当然不是，只是我怕你会出现危险。怎么会？别忘了，我可是米兰帝国第一高手。” 西多夫元帅的孙女呀、啊，答应我好不好？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只要你带我去，什么我都听你的。同时，我也可以利用假期这段时间和你多学习一些神音师的知识。你家里会同意吗？夜音竹已经有些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确实，海洋的身份并没有香鸾那么敏感。海洋眼中流露出一丝成功的笑容。当然不会。 你觉得家里有多少人会关注我？我父母双亡，爷爷每天都跟在希尔维奥叔叔身边，即使不跟你们去，我也会一直在学院。你答应了，好吧？叶音竹只得点点头，但马上又强调道：“但你要记住，一定要什么都听我的才行。遇到危险，绝对不要逞强。”海洋欣喜的道：“一言为定。”什么时候出发？叶音竹道。 明天，海洋惊讶地看着他。好啊，之前你都没告诉我们，是不是准备明天偷偷的走？叶音竹苦笑道：“没办法呀，我怕香鸾学姐还要跟去，那就麻烦了。我回去了，明天早上来找你们。”海洋高兴地走了。自从认识他以后，叶音竹还很少看到他如此兴奋的样子。 虽然心中有些担心他这个脆弱的神音师，但多少也有些安慰。原本的四人变成了六人。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海洋、月明、马良和长浩就已经来到了夜音竹和苏拉的宿舍。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戒指，表面看去完全是一副最简单的装束。算上夜音竹，他们这一行道有五人是魔法师。大家都已经到齐了。 这次我们前往极北荒原探险，会遇到什么？现在无法预判，所以希望你们记住曾经答应过我的话，不论遇到什么都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现在就算是一个探险小队，我作为队长，大家有意见吗？海洋和苏拉率先摇了摇头，马良和长浩看了他一眼后也纷纷摇头。月明道答应过的事，我一定会做到。夜音竹道那好。 作为队长，我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不论这次你们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都不得对外泄露，否则后果自负。常浩嘟囔道：“有那么严重吗？”叶音竹，你是不是太霸道了？马良碰了常浩一下，向他使了个眼色。叶音竹皱了皱眉，道：“并不是我霸道，但这是必须的。” 如果你现在觉得不妥，选择退出还来得及。他和常浩并不像和马良那么熟悉，只是因为常浩也是东龙八宗的弟子之一，这次才选了他一同前往。常浩在空间魔法的造诣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常浩耸了耸肩膀，道：“当我没说。”“我们怎么走？我这里有地图，你要不要参考一下？”叶音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道：“站在原地，不要动，集中你们的精神力。我们现在出发。”光芒一闪，紫水晶球已经凭空出现，漂浮在夜音竹头顶上方。除了苏拉以外，其他四人不禁都流露出惊讶的目光。夜音竹双手一引，强大的精神力从精神烙印中喷薄而出。 一圈紫色光晕顿时从他头顶的紫水晶球处散发出来，光晕所及，正好将六人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隐藏于脚下的空间法阵释放出紫色光泽，那一个个复杂的符号不禁看得属于空间系的长浩眼中光芒大放。 紫光一闪，一共六个紫色光环同时套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在澎湃的元素波动之中，他们的身体瞬间凭空消失。极北荒原虽然现在已经是春季，但极北荒原的温度却依旧在冰点以下。当六道光环同时出现，将夜音竹送到这里的时候，除了已有心理准备的夜音竹以外，其他五人都感觉到全身一冷。这是什么地方？ 女孩子的好奇心总是比男人强些，即使是冰冷的月明也不例外。夜音竹微微一笑，欢迎来到极北荒原。马良好奇的道：“音竹，这是怎么回事？你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极北荒原吗？” 长浩替叶音竹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深深地看了叶音竹一眼。如果我猜得不错，刚才音竹引动的应该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传送法阵，产生出瞬间长距离转移的效果。那个法阵非常复杂，似乎极为古老。音竹，我为之前对你的质疑道歉。但是这个特殊的空间传送法阵已经算是极大的秘密，当然不能被泄露出去。只是我不明白。 以你的魔法力，为什么能够带我们五个人同时传送？按照魔法理论来说，空间传送对法力的消耗与传送的数量和距离成正比，而你的能力似乎还远远不够吧？就算是子级的空间系大魔导师，在完美的空间法阵支持下，也未必能够做到。紫色水晶球飘落在夜音竹手掌上方，这就是你想知道的答案。 我的法力当然不够，但有它的话就不一样了。看到紫水晶球，长浩顿时眼睛一亮，能不能给我看看？夜音竹点了点头，道：“当然可以。”随手就将紫水晶递到长浩手中。长浩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接了过来。对于他这样的空间系魔法师而言，还有什么比上等的空间系魔法物品更能吸引他呢？ 此时，众人已经从惊讶中清醒过来。海洋穿上了自己准备的裘皮大衣，朝四周看着。空旷的洞穴内只有他们六个人。虽然这里很冷，但却很干爽。走吧，我介绍几个朋友给你们认识。夜音竹已经习惯了使用空间传送后精神虚弱的感觉。虽然他此时精神力只剩下四成，但疲倦的感觉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在他的带领下，六人朝外面走去，穿过宽阔的路径。当他们走出石窟地时候，发现自己正在一处半山腰的地方。寒风凛冽，极北荒原的植被还远没到恢复的时候。阴竹，你们来了。”紫低沉的声音响起，众人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只见一身紫色劲装的紫和两名身高超过两米二十的彪形大汉出现在他们面前。 帕金斯和迪斯幻化成人形后，依旧保持了他们比蒙巨兽那彪悍的气息。迪斯是个大光头，身上穿着兽皮制成的衣服，两条极其粗壮的手臂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中依旧裸露在外。刚硬的面庞，铜铃大眼，一看就令人会觉得非常霸道。 在他身边的帕金斯比他好一点，也是裸露着双臂，头上有大约寸许长的金发。两位黄金比蒙一看到夜莺竹，神色顿时变得恭敬下来。幸好看到了夜莺竹及时示意的颜色，那一句秦帝才没叫出来。夜莺竹迎上了子，他们兄弟之间根本就不需要多说什么。在昨天把安琪送过来的时候，两人就已经商量好了。 除了迪斯和帕金斯以外的比蒙巨兽，都让子派遣到了远处，不会引起众人的怀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大哥子，这两位是我大哥的朋友迪斯和帕金斯，他们都是强大的武士，与我们这些魔法师配合前往极北荒原，刚好合适啊。 我想起来了，他就是上次你在河内斯塔的比赛中召唤出来的那位武士吗？海洋惊讶地看着子。那场比赛他可是在近距离观看的，虽然并没有参与其中，但对帮助夜音竹扭转战局的子还是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听海洋这么一说，其他人也都想了起来。夜音竹并没有对子的身份解释什么，将与自己同来的五人向子介绍了一遍。 子依旧和以前一样，对外人并不愿意多说话，只是向众人点了点头。叶音竹低声响子道：“安琪呢？他怎么样了？没恢复吧？”他刚问完这句话，竟然奇异的发现，子眼中居然流露出一丝怪异的神色，似乎很无奈，又似乎很郁闷。正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子哥哥，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快陪我玩啊！” 身形一闪，一个修长曼妙的身影已经从山腰下方腾空而至。他的身体极为轻盈，仿佛在风中飞舞一般。只是一闪身的功夫，就已经到了众人面前。看到这个人，海洋不禁大吃一惊，扭头看向叶音竹，他怎么会在这里？叶音竹此时的惊讶丝毫不在海洋之下。这个突然出现的人，正是安琪。 只不过现在的他看上去和昨天明显不一样，虽然是清醒状态，但却没有了妩媚和阴沉，俏生生地站在那里，一双漂亮的墨绿色大眼睛中充满了好奇的光芒，正打量着众人，似乎有些害怕似的躲到子身边，双手抱着子坚实的手臂，探出个头来：“子哥哥，他们是谁呀、啊？” 子哥哥，叶音竹听到这个称呼，心中不禁一阵发寒。安琪可是四百多岁的精灵女王啊，居然叫子哥哥，尴尬的神色从子脸上一闪而过，无奈的道：“他们是我的朋友。”叶音竹看着子，这是怎么回事？子苦笑道：“你把他送来以后，不久他就醒了。” 我检查过他的精神烙印，他的精神力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状态，彼此之间竟然互不侵犯。当他醒来以后，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以后，他就一直缠着我问这问那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夜音竹看看子，再看看子身后正在偷笑的迪斯和帕金斯，心中顿时明白了几分，目光转向安琪，道：“安琪小姐。” 你还记得我吗？安琪有些警惕的看着叶音竹，道：“你，你是谁？不记得了。不过你看上去似乎不像坏人，比他们好多了。”一边说着，他伸出自己修长的玉手，指了侄子背后的黄金比蒙兄弟。听着他的话，迪斯和帕金斯脸上的笑容顿时变成了尴尬，再也笑不出来了。 叶音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此时他必须先平复海洋心中的疑惑。通过传音将昨天的事简单的解释了几句后，海洋疑惑的神情才算逐渐散去。那他现在这个样子是怎么回事？海洋问道。叶音竹苦笑道：“恐怕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应该是他的精神烙印出现了一定的变异，致使暂时性失忆，忘记了所有的一切。” 不过，它依旧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子，我看我们还是先将它送到安雅姐姐那里，然后再去极北荒原吧。安雅，好熟悉的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安琪流露出思索的神情，突然，他很痛苦地抱住自己的头，眉心处紫光闪烁，精神力冲撞似乎又出现了。好痛，子哥哥，我的头好痛。 安琪猛地投入紫宽阔的怀抱之中，贴着他的身体，娇躯一阵颤抖。叶音竹从紫脸上看到了一个极为好笑的表情，他先是呆滞，满脸的无奈令他这堂堂的紫金比蒙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看着怀中的安琪，下意识地张开双臂，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月明皱眉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女人是谁？你们好像都认识她似的。” 我们不是要去极北荒原吗？难道行程还要耽搁？我要去，我也要去极北荒原。子哥哥，我不去秦城，不要去见那个安雅。一想她，他我都会头疼。她一定是坏人。安琪从子怀中抬起头，之前的头痛似乎已经舒缓了，但却一脸害怕之色，抓住子的一只大手摇来摇去，像个小女孩儿似的撒娇起来。子。 叶音竹看着自己的好兄弟，眼中流露出询问之色。他突然发现，从子那一向沉凝的目光之中，似乎看到了一抹淡淡的温柔。子轻轻的摸了安琪的头一下，安琪竟然神奇的安静下来，但却依旧贴在他身上。子道：“大家都已经来了，我们还是不要耽误时间了。”音竹，你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闹出什么事来。 看着安琪对子那强烈依赖的样子，再看看子背后的两位黄金比蒙，叶音竹点了点头，道：“那好吧，不过你还是小心一点。昨天送安琪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将安琪身为精灵女王的身份告诉了他。叶音竹相信，以子一向的沉稳，既然说可以，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子道：“迪斯，你和帕金斯断后。音竹。” 我在前面，你居中策应，保护魔法师。极北荒原是兽人领地，大概的路径我已经有所准备。出发，顺着山腰而下。还好这座山峰并不算陡峭，一会儿的功夫，一行十人已经走下山峰，在子的带领下，朝着北方而去。 子走在最前面，安琪始终都跟在他身边。而且失忆后的安琪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不论什么时候，他的一只手总会很自然地搂着子的手臂。现在的他哪里还看得出是一位子级八阶的超级强者呀？子和安琪之后是马良和常浩。 在后面是叶音竹和苏拉，海洋和月明两个女孩子在他们后面，挨着两位黄金比蒙，这样容易得到最好的保护。就这样，他们开始了这一趟极北荒原之旅。下了山，前行不久，几位魔法师的身体就开始有些承受不住了，尤其是两位女孩子。只不过他们一个是性格倔强的暗魔系法师。 另一个则是不希望给自己心上人增添麻烦，虽然身体已经开始有些承受不住，但谁也没有率先提出来。马良，麻烦你一下。叶英竹突然开口了。作为这次行动的队长，米兰这边来的六人之中，以他为首。在苏拉的暗示下，他也发现了魔法师们身体有些支持不住。马良回身一笑，道：“你再不叫我，我也要忍不住了呢。” 子回过身问道：“怎么了？有问题吗？”叶音竹道：“魔法师的身体不适宜，不行，需要一些代步工具。”子一愣，道：“代步工具？这里哪来的代步工具？不行的话，让迪斯他们……”叶音竹微笑着打断了子的话：“不用，你等着看吧。我们学院的魔法师每个都有自己强大的一面。”在众人的注视下，马良手中光芒一闪。 他那根笔状的魔法杖已经悄然入手，同时左手中还出现了一瓶特殊的黑色墨水。长笔在墨水中沾过，他就那么站在原地，虚空画了起来。原本并不简单的图画，在他手中却几笔就勾勒出了框架。之间，神笔翻飞，一圈圈绿色的魔法光晕散发出来。当空气产生出淡淡的扭曲时，一匹角马的样子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令子惊讶的是，这虚空画出的角马墨水竟然凝而不散。随着马良一声轻喝，乌光闪过，一匹活生生的角马已经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样也行，迪斯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活蹦乱跳的角马，喃喃地自语道：“要是兽人也有这样的魔法师，岂不是不用为吃饭发愁了？”这位兄弟，你这角马能吃吗？”马良微微一笑，道：“吃是不行的。” 我这角马是以角马血化成，经过特殊的魔法召唤而出，使它拥有与角马同样的特性。以我的精神力，这种低级的角马至少可以存在一天的时间，但它实际上是能量形态，但其成却绝无问题。那你是怎么召唤的？莲子也不禁问了起来。 成为众人焦点的感觉让马良有些兴奋，但本宗秘密他又怎么会说出？听到子的疑问，他只是微笑不语，手中画笔在动。一会儿的功夫，又是一只角马的出现，在他那神乎其技的特殊召唤术作用下，短短几分钟内，一共四匹角马已经凭空出现，甚至连马鞍都不缺。夜莺竹道，魔法师都上马吧，这样前进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也可以加速。四位没有五 G 能力的魔法师也不客气，纷纷上马。此时，两位原本不太看得起这些人类的黄金比蒙，在马良那神乎其技的召唤术面前，也不禁收起了他们的轻视之心。四位魔法师上马后，一行十人立刻提速，以角马能够达到的长途前进速度向前行进。 一边赶路，骑在角马上的海洋向夜音竹道：“音竹，你也是魔法师，不如也骑马吧。角马的承受能力很好，我们两个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他酝酿了半天，才鼓起勇气说出这句话。自从向夜音竹表白之后，他内心深处的冰冷就已经融化，尤其是在夜音竹面前的时候。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容易羞涩。 他并不知道叶音竹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在患的患失地心理作用下，自然希望能够多和心上人在一起。喜欢是淡淡的爱，而爱则是深深的喜欢。海洋对叶音竹，就是那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喜欢凝聚加深。叶音竹微笑道：“不用了，我身体好得很。”海洋暗骂一句呆子，低声道：“可是我不太会骑马。” 我有点害怕，怕摔下去啊！这样啊？叶音竹愣了一下。正在这时，他身边的苏拉突然道：“我到前面去看看，音竹，你就去骑马吧，这样也能节省一点体力。”一边说着，身穿灰色武士服的他已经蹿了出去。不知道为什么，苏拉这一蹿竟然用了全力。走在最前面的子。 只觉得身边一道灰影掠过，当他定睛查看时，苏拉的身影竟然已经在前方只剩下一道淡淡的灰色光华。好快！子有些惊讶地赞叹道，心中暗想：阴竹带来的这些人类果然不错，虽然只是学院的学员，但不论刚才那个魔法师的召唤术，还是眼前这个瘦小武士的速度，都足以令人惊讶。夜阴竹飘身而起。 落在海洋背后，向子解释道：“苏拉是刺客系的学员，最擅长隐匿、探查、刺杀之类的技能。我们深入极北荒原，有他探查，更容易避免一些危险。”子回身向夜莺竹，比出大拇指，两人目光交流，同时流露出一丝微笑。缰绳给你，海洋低声道。 夜音竹下意识地接过缰绳，此时他双手抓住缰绳，正好将海洋护在双臂之间。没等他多想，海洋已经轻轻地靠入他怀中，面纱隐藏下的娇颜终于流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一旁的月明看着海洋和夜音竹，心中不禁有些奇怪：这还是那个号称神音系寒冰丑女的海洋吗？ 什么时候他变得这么温柔了？而且看上去他似乎对夜音竹还很有一丝丝的。但是他的容貌……正在这时，刚刚离去不久的灰色身影如闪电般倒射而回。苏拉的声音刹那间传入夜音竹耳中：“有兽人的军队！”夜音竹脸色一变，抬头看时，只见不远处尘土飞扬，有些混乱的队伍正朝着他们这个方向飞奔而来。 虽然队伍并不整齐，但却速度奇快无比。是狼骑兵子停下前进的脚步，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狼骑兵，雷神之锤要塞主战军团之一。通过目测，眼前这些迅速接近的狼骑兵数量至少有三千以上。极目远眺，子发现那些狼骑兵的目标似乎并不是他们，在那三千狼骑之间。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上蹿下跳，似乎想从狼骑的包围中挣扎而出，但每当它要冲出的时候，都会被灵活迅捷的狼骑重新围住。竟然是狼骑围猎，还是在如此偏远的地方？紫荷叶、阴竹心中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本册完，作者唐家三少，感谢。